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啊，我听说山东府早市这块有个40年的小苍蝇馆啊，这个就是我头一阵吃的那个大盘子，看看这个菜价，哥们们，真心好吧？这个吃过了，咱今天不吃它啊。这块还有2家大盘子，价钱都差不多，好像就搁这附近的。这是个好地方啊，早晨是早市，晚上是美食一条街，夜市。哎呀，搁这个胡同。这是小吃老多了，全是小吃。啊，这是你家铁锅鱼。大娘，你家开多长时间了？23年呢。我来，肘子多少钱呢？15一份。肘子是15一份啊。完了，这个加米饭套餐呗。啊，15。好嘞。还有盒饭好像。这是红烧肉。这个肘子是15块钱，带米饭和酸菜汤。这是10块钱，是这意思吧，大爷？对对对。我这些一共是25块钱。我尝那个鱼啊，好像过油了，酥烂。这小蒜酱往里一浇。大姨这肘子是怎么做的？酱的。酱的啊。这运乎的呗。这肘子是40多年了，肘子俺家都干东西了。嗯。82年干的。你的意思是你这个肘子已经做40年了，这个店开了20多年了。啊。原先是开收店的，大姨。现在呢不干了，整个这小店。哇，这汤好浓啊！汤是肘子骨的。啊，你吃这个汤是粗肘子的？不是，大骨子。大骨子。啊，这个真好，这个老浓了，酸菜炖的老烂乎了啊。后边这小菜你尝一尝吧。啊？小菜不尝。我就看这视频说你家这肘子。嗯。肘子年头多。嗯，好吃。他再配上这酸菜，头肉。你家这个酸菜真好吃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大姨，我吃不了，我就说这意思，吃不了。不用。啊？左也有。那啥名？味道绝对不差啥，就是没啥环境，这地方咱就不要环境了。没做完。这就是25块钱，没做完哪块？没赶上啊？嗯。吃啥呀？春肉呗。啊，大姐。老乡，我詹姆斯，你呢？西啊。啊，那你这咱俩是两个地方，我是东边，你是北边。太香了，算账25块钱，大姨要个免单，这想买这么点儿，25块钱吃的老饱了，太好了。
这地方好像有点不太好找。没有啥环境。卫生呢一般。但是味道是真好。拜拜。